小智，小智嘞！妈妈还给我脱掉袜子。你喊吗？你还小吗？这喝你为啥往那脱？妈也在穿啊。小智让你穿，我就让你穿。等一下哈。我变变成馒头碗面面。给他找个棍儿。我给你找个长棍，来，这个是棍棍。小智，来，妈妈教你来。来，两个，来来来，两个放一起碰碰碰碰就行了。两个碰碰，这样啊，看。那哥哥的他为啥要给你啊？给你，哥哥张伟不二都张伟给你。哎呦！你说给我？给我，这是妈妈吗？你放。